好，我们还是一个一个的读。那待会儿呢，首先出战的就是我们的琵琶千姐，然后再次弦月儿啊。我首先宣布十分钟，十分钟属于你为他们俩，随便谁喜欢谁，投票的时间正式开始。好，我们先请稍后出战的弦月儿站在我们身后的红色圆台的中心点来备战。好，那个时候我们来问一问这个琵琶千姐啊。我首先知道为什么前面两个字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后面两个字是你的名字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字，对不对？是的，是的。所以你在这个琵琶界纵横江湖多少年了呀？从八岁到现在。就是差不多20年。好，那10年差不多是左右的时间，所以今天会有精心准备的这样一个表现送给大家，对不对？那我们就祝愿你在这个环节当中能够一举获得入场券，加油！来，12进8环节，琵琶千姐 ，It's your show time。芊芊，请回到你之前出战所站的身后蓝色的圆形舞台中央。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本组的对战主播弦月儿，请弦月儿走上中心舞台。12进8环节，弦月儿 ，It's your show time。
两个人都把自己对乐器的喜爱写进了自己的这个名字当中。我们也请出另外一位主播来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有请两位。一首是小哥费玉清的歌啊，一首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曲子，就是千本迎来往中间站。十分钟还并没有结束，属于你为两位主播投票的时间依旧在进行，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机会为两位主播来进行投票。秉着这个好为人师的传统态度，要跟大家稍微讲讲这两个乐器啊。这个琵琶其实是东亚传统的弹拨乐器，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最早出现琵琶是在大约秦朝的时候，而这个二胡大家更熟悉一些，差不多唐代时候开始出现二胡啊，因为那时候胡人，但是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唐代到现在差不多1300多到1500、1600这个样子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这两个乐器是我们非常传统的乐器。好，此刻我们也听听评委在这个环节的点评啊。我觉得先从这个女士先啊，因为这个你看直接撞在枪口上，所以我们就先请那个婷婷老师先开张啊。我就知道你。我估计你到了，你肯定都会点我。虽然咱们半年没见，我还是很想念你的。我感觉到了。先说琵琶千千是吧？好。其实我觉得它的旋律线掌握得非常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琵琶其实最难的就是旋律的掌握，它基本上都是点状的东西，不像二胡，它的旋律线很强。然后呢，其实我明白，在这一首乐曲当中，如果需要你再多一点张力，可能稍微有点困难，因为这个曲子是一个很沁人心脾的这种旋律，所以我觉得整体还是不错的，掌握得很好。然后弦乐呢，就是确实，我觉得陈氏风格掌握的还是不错的啊。然后，音准掌控在前半部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然后，舞台的感染力你还是比较略胜一筹，但是呢，我觉得你在转调当中最后的那个旋律线，如果要再注意一点，然后音准再注意一点，可能会更好。基本上是这样。好，谢谢婷婷老师。我们先听听子阳的啊，这个老毛老师作为压轴讲，我知道你非常擅长一些西洋乐器啊，比如说这个打鼓啊，包括吉他等等，所以看这样的比较传统乐器，我不知道你这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好，我首先说一下千千吧，因为他是作为第一个选手嘛，我觉得他压力很大，因为后面的选手可能会很厉害，对不对？所谓第一首歌，我觉得他表现还挺稳定的，但是我觉得在后面我想看一些有激情的表演，但是缺少一些让我觉得哇那种感觉。然后后面呢，我看到弦乐儿特别棒，因为呢从你的那个演奏的过程，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你要跟那个乐器融入在一起，他有做到。还有最后他一个那种感觉我特别喜欢。好，我最后问一句，问老毛老师，因为其实你要压轴讲，就是刚才两个老师都提到第一首曲子，是不是这样风格曲子不太适合在比赛环节当中来作为参赛曲目？因为你其实很懂得就是大家的这个节奏感，因为好多很棒的歌都是出自你手，所以我想问问你对这个曲目选择，特别是在节奏点上，在比赛类的环节当中你的看法。首先巅峰之战啊，精彩纷呈，祝所有选手有好的发挥。我觉得不尽然啊，因为我觉得以静制动也是一种战术打法，而且呢他发挥得很好，和他的外形气质呢也极为吻合。但是呢你今天遇到了一个同样非常强劲的对手，如果你是你跟吉他比或者跟西洋乐器比，那没法比，但是你们俩恰好呢都是民族乐器，还真有的比，又都是两个大美女啊，站在我们帅哥主持人两旁，这幅景色有点美啊，我不敢看啊。这个黑衣美女呢，她是一个很热辣的现代编曲，但是用民族乐器来演绎，我觉得这个风格从现场上来讲一定是占优势占便宜的。但是呢她以静制动呢，其实在演奏的环节和视听的环节我觉得打了个平手，你很难从他们俩刚才的这个比赛本身来评判谁强谁弱，所以我想强调一个叫难度系数。因为琵琶大家知道它有品丝有品格，音准呢咱确实啊相对二胡要容易一点点，它二胡又是现场演奏，又是快速激烈的演奏，它又是用手指去找这个音准，所以我一直在听这个音不是特别准，但是它难度系数很高，所以这个难度系数分我要加给这边的黑衣美女，好吧。
老师应该是批判体操环节，就体操很在乎这个难度系数的问题。好，非常的感谢。网上已经出现我们的结果，两票已经有归属。那么评委的投票非常重要，蓝色按钮你们面前的对应我们的琵琶千千，那么红色按钮是对应的我们的弦乐二。我们看看2000多岁的琵琶遇上1000多岁的二胡，到底最后谁首先胜出？来，听到子阳的选择，拍响你的按钮。弦乐二一票，好，好吧，老师，红色对这边，蓝色对这边，对，蓝色是这边，红色是这边，好，两票，婷婷老师，三票。其实已经直接晋级，网上两票也属于我们的弦乐二，所以首先我们恭喜弦乐二率先进入八强。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千千还会有机会，还有复活赛的机会，所以两位都先请回到我们的后台来进行休息。恭喜弦乐二，也请千千加油。好，为了让我们的比赛更加顺利的快节奏的进行，所以评委希望我们来看看这个下下组将出战的这个猴子对应的帽子上的号码将匹配哪个队伍。为什么有个猴子又戴上了它，掉光了，你们需要遮住它。